铁撒罗尼迦人后书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铁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的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的荣耀，你们也在他们身上的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现在或做就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神轮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么？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一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找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使他们的就不死。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主所爱的弟兄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及我们所传的福音，照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或做脱离凶恶。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